成绩报告，雪兰莪高中校友会龙狮团获得的分数是第二支参赛的队伍，他们是来自雪兰莪高中校友会龙狮团，表演的主题《雄狮自取悬崖青》，请进场。
就坐，就
裁判请注意，雪兰莪宫中校友会龙狮团现场难度动作13个2分，13个2分。出现一个其他失误，扣0.1分，扣0.1分。裁判请量分，1号裁判8.8，2号裁判9.05，3号裁判9.1，4号裁判8.95，5号裁判9.15，6号裁判8.7，7号裁判8.8，8号裁判9.1，9号裁判8.9。成绩报告，雪兰莪宫中校友会龙狮团获得的分数是8.9。